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这双应该是39或者40的吧？能看到吗？主播的脚是38、39。哪里有好久啊？主播好像前两天刚上线的。后面什么东西啊？后面是画线的。后面什么东西啊？后面是花啊，看不到吗？马靴后面什么呀？你说这个吗？这是马刺啊。前段时间那个就是穿这双马靴在马场骑马的。穿古装，你喜欢那种中国风的古装吗？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个粉丝牌。
才不都是看见了吗？是有那个马袜。刚才还有那个小伙伴说主播穿的那个袜子是很特别的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上线晚了吧，灰灰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没有加粉丝牌的赶紧加个粉丝牌。主播刚上线，正常都是直播一个小时。对，主播现在穿的这双是卡瓦罗的马靴。没有加粉丝牌的赶紧加个粉丝牌。对，最新的那个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有侠女的感觉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谢谢小礼物。哎，你们这些人加粉丝牌这么难吗？想跟主播唠嗑聊天，连个粉丝牌都不加吗？没有，这双是卡瓦罗的。这两天那个天凉，所以没有去骑马，等天气好点的时候。谢谢这位朋友的小礼物。谢谢小礼物，谢谢热气球。主播刚刚穿的棉袜啊，蓝色格子的。你觉得主播穿的少吗？有些人觉得主播穿的多。在北方这个室内里边，最主要的还有主播手上这双触摸屏的手套。
装白靴，是棉的还是皮的？好像是路过有两个还是三个，不记得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双后面是有马刺的，没看到吗？手套是长款的啊，主播现在戴着这款，在那个小黄车里都有。这长款的啊，主播现在戴着这款，在那个小黄车里都有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，没有加粉丝牌的赶紧加一粉丝牌啊。谢谢这位朋友的小礼物，是说什么高跟鞋、水晶鞋，灰太大。其实这个表面上也是一层灰，都没管。今天发视频的那个作品，那双已经出了，啊，没有了。那双也是主播特别特别舍不得的。其实主播每一双都挺舍不得的，因为都是自己比较喜欢的。我看有很多朋友都挺喜欢主播今天发的那个作品里的那双哈。
彩虹。其实主播现在脚上穿的这双应该算是男女同款啊，我觉得很多男士穿也非常好看。之前主播应该都穿过吧，像那个皮特里的，还有国王的，是不是都应该大家都看过吧？是吗？那这位朋友，你是不是来的少啊？应该是主播都有穿过吧，但是上次穿马靴的时间应该是比较长了。关注的啊，点个关注，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一粉丝牌。下次再问问题啊，要有那个主播的粉丝牌啊。对，今天主播穿的不是那种标准的马裤。有马刺啊，能看到吗？是不是你们那个角度看不清楚啊？能看到吗？谢谢这位朋友的礼物。谢谢峰峰的礼物。马刺是用来那个，在你骑马的时候是踢马的啊，就让它走。
然后基本上是你前面那个缰绳在左右拽啊，你往哪个方向拽，它就往哪个方向拐。骑马其实还挺累的，主要是练那个胯部，胯部要松弛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对，其实现在主播在马场看到很多人穿的是，并不是很专业的那种。所以主播去马场的时候，就是那些很专业那些马场的场主啊，嗯，就一看主播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一套行头穿的就是很正规。我不知道大概平均一次多少钱，反正是一次就充了20000的那种，然后有个几次啊，上课啊什么的。应该北京周边或者是现在市区吧，可能也有不少的。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一个。对，因为马术课程肯定是很贵的，但是基本上是上一两次课也都是没有用的。你们像内蒙的朋友，可能有的大部分天生都是骑马的啊，尤其是那些从小在草原长大的，那都不用教。你不像我们，单独去学的话，还得学很多一些，比如说理论性的东西啊，像那些直接生在草原的啊，小伙伴们应该都是天生都会的。
对，还有摔跤啊，摔跤射箭。还有朋友约主播去那个射击，不是射箭，那不是射箭，叫射击。我还没空去呢，因为他说借一套衣服吧。这地上的不是凳子，这地上的这个是拖马靴用的啊东西，就这么踩着啊，脚从这里就把这靴子给脱了啊，这个是辅助拖鞋的。主播从马场带回来的。那你送给他了，他为什么没穿啊？你肯定没有带他去马场。其实有些时候不去马场，这样的靴子也能穿，就是好看。对，因为这种牛皮的这种皮质特别特别硬啊，全都是硬，你看。因为它这个非常硬，才非常有型儿嘛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那个的点点滴滴的欢笑。谢谢小礼物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是很多女生吧，比较不愿意穿这种啊马靴，因为她们觉得第一个特别硬，然后走路呢会觉得不太舒服，啊，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讲究这个腿型的，因为如果正好要卡在这个回弯的地方啊，如果有些她那个腿短了一点的话，她就是卡的不是位置啊。不好回弯，所以会觉得走路会很难受。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
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对呀，马刺是自己家的。马刺的造型跟款式有很多种啊，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。主播去马场就正常，这个带着马刺啊，马场的那个场主也没说什么。他只是说，嗯，太好看了，很专业啊，然后就一直跟我合影。因为我觉得那个看了很多人啊，其实真正去马场的都是为了娱乐吧，就为了好玩。所以他们，你跟他们去聊这些什么品牌的时候，他们都不懂的啊。我觉得在这个平台，你们都跟主播学习怎么去穿搭了，是不是？各种穿搭啊，以后可以交女朋友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大家都在干嘛呢？有没有人在现在在加班呢？欢迎进来小伙伴们。明天不是正常上班吗？欢迎进来小伙伴们啊！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个粉丝牌啊！
什么玩意儿？华伦天奴，这是一个好老的牌子吧？平台没有办法穿裙子啊，只要穿裙子就那个封号。欢迎进来，小伙伴们。说哪个？这个是拖鞋器啊。说这个吗？说这个吗？这个是那个穿鞋子的时候那个勾在两边的哈，因为那个手没有地方抠啊，用这个勾在里边，穿鞋子用的这个。一个穿鞋的，一个拖鞋的，这也是拖鞋的。
都没见过吗？你们，我觉得你们觉得好稀奇啊。没有加粉丝牌的，赶紧加个粉丝牌。站起身来。
主播还有七分钟下线啊。我每天都在
还有5分钟下线啊。再过5分钟主播下线了啊，每天正常直播1小时。到时间了，主播下线了。拜拜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啊。
拜拜，亲们。好了，主播要下线了啊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